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，瑞典家具领导品牌 KEY 又再度推出与两位全球顶尖设计师的联名限量新品，分别是与英国鬼才工业设计师 Tom Dixon 合作的 Dilectic 系列，以及与擅长手作、乐于使用回收材创作的荷兰设计师 Poyet Hengek 合作的 Industrial 系列。前者是全方位的座椅共享方案，模组化的设计可以任意变换，或坐或卧，自行搭配灯具，边体随心使用，也让居家空间的摆设更富有弹性。至于 Industrial 系列，则来自于一次米兰家具设计展的巧遇。KEY 与 Poyet Hengek 一拍即合，很快就决定了产品设计主轴，手工制作，但要能大量生产。Industrial 是瑞典语中工业的意思，此系列虽然能够大量制造，但着重在呈现材料等值，每一件作品都加入人性化设计，让每一件商品都如手工制作般独一无二。有趣的是，这两个系列都是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家具与人的关系的商品。譬如 Dilectic 激发人们想象可以在简单的变化中改变空间的机能，无论是搬迁或者孩子长大甚或出租，只要改换配件就可以重新变成一个新的东西。至于 Industrial 系列，则含餐椅、桌子、层架以及织品、花瓶、杯子等商品随处可见。 Poyet Hengek 尊重且审慎使用天然的材质的精神，无论手工塑造的模型、歪曲的不对称设计、保留手绘效果的织布花纹、看得见的自然木质、再在以直朴的手工感呈现不受时间约束的人性化温度，让空间更优雅也更有生命力。 Poyet Hengek 崇尚大自然，擅长利用自然之材或手边就可以使用的材料做出个性化的作品。 KEY 提供 Industrial 系列以直朴的手工感赋予商品温度。 KEY 提供 KEY 与荷兰设计师 Poyet Hengek 设计的Industrial 系列餐椅2790元， KEY 提供 Dilectic 系列有各种表情，可以透过想象陈设，无论是扶手椅、躺椅，又或者双人座沙发，都展现家具使用的弹性与想象力。 KEY 提供 KEY 与 Tom Dixon 合作的 Dilectic 系列核心概念是打造一个能让所有人发挥创意的平台。 KEY 提供